嗨，过年吃太多怎么办呢？让我教你三招消除你的鲔鱼肚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FitZone 的 Emily 教练。过年你是不是去大吃大喝，或是小吃小喝嘞？让我来教你三招，在家也可以做的，一起消除我们的鲔鱼肚。第一招，我们做坐姿的 V 字加上 rotate， 让你的肚子更有感觉。那首先我们让臀部坐稳在地板上，稍微动一动哦。OK， 双脚与臀同宽，确认你的脊椎自然的延伸，肩膀放松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做徒手的，或是家里有枕头、保特瓶、水壶，你都可以拿起来帮忙，加上一点重量。好，维持这个动作。20下，你可以做3组，让肚子更有感觉。第二招，我们除了要强化腹部之外呢，肩膀的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哦。我们要来做 mountain climb， 首先让你的双手与肩同宽，那我们把它盖到地板上。再来，双脚你可以把它伸直，确认从我的后脑勺到脚跟连成一线了。再来，把你的右脚往前走向左边。回来，走到右边，连续这个动作，我们一次可以做20下，一样维持3组。过程中请注意屁股不会翘起来，确认你的肚子是有用到力气的。OK， 屁股夹紧。那如果你想要做更强烈一点，你可以跑起来。第三招，我们要躺下来咯。那各位双手借给我，指着你的太阳穴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不会抱头，切记哦，因为颈椎你会不舒服。打开你的胸椎去做扭转，让腹部得到更多的刺激。那我们一起躺下来。第一个 level 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屈膝，让下面的手碰到地板，换脚。好，确认你是 OK 的之后，再把脚伸直。这个动作一次你可以做20下、30下都可以。那记得下巴收，眼睛看向前方，大腿试着把你的脚再踢出去。对了，过程记得呼吸。过年你有运动吗？如果没有运动别担心，23到29我们都可以让你免费的升级，只要你有 Virgin 的会员卡，欢迎你随时来找我们运动。